家好久不见。今天我要为各位来介绍广州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呢，你们看我后面这个牌子，后面对有点危险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呢跟大家介绍我喜欢的一个小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哪里？有看到我后面两个字呢，叫做列德。列德村呢，就是上次我有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据说全广州就是有钱人出没的地方，列德村呢是最多有钱人出没的地方。那因为呢就是最近据说广州这边有三个台风经过，所以呢这三个台风经过好不容易让我觉得今天呢难得，大概晚上呢7点的时候天气还这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列德村，就是我们来寻找一下就是有钱人他们的一个就是穿着都长什么样。我们刚才从这个就是应该说牌坊这边走进来呢，然后我们就发现了有两个有趣的地方。那这两个有趣的地方有看到我后面吗？他们的建筑是不是十分的古色古香？那这么古色古香的建筑呢，我们刚才靠近了一下发现，哎，居然是宗祠，就是这边是林氏大宗祠，那旁边呢是梁氏大宗祠。我个人是觉得呢，其实后面可以看到有高楼大厦，然后呢就是广州塔也是在附近，但是呢这边就是据说列德村之所以有名，而且之所以有非常多的有钱人，好像是说这边本来也是一个村，朴实无华的村，然后呢因为经历了拆迁，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暴发户就是这样子出现的。那我们来看看就是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暴发户他们平时的一个就是日常起居，我们来探索一下。天哪，想不到旁边还有一个宗祠，麦氏宗祠，让我想起了麦香红茶啊！太久没有回家了，就是非常想念台湾的朋友们。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走来列德村这个地方，立刻就会让我想到了台北信义区，就是大概庄敬路后面那个就是说比较老旧老社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呢后面有漂亮的广州塔，就很像是台北的101，那后面呢就有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老社区。那不过呢我们发现这边的老社区好像都楼层还蛮高的，那我们继续往里面看看。走进来列德这个社区，发现呢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个牌匾，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叉叉里公司，好多好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名称。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这边列德村他们本来也是会分很多很多，我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哎，有人知道吗？可以举手告诉我吗？我们走到后面的位置呢，发现哦，列德真的是很有钱。为什么？因为他们拆迁户有钱了，然后开始把自己的一个家族宗祠就是修整得非常的好看。那好看在哪里呢？非常具有现代化。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就是我后面这一尊，就是先生，对，这个先生他在干嘛？哎，他可能是在用就是岭南文化最早发明的苹果电脑吧。然后呢我刚才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来给各位看一下。有看到我后面这两个小孩吗？这个两个小孩你们知道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吗？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呢我们就是伟大的祖国开放了一胎化二胎化。我觉得呢如果呢现在开始开放了就是三胎化的话，可能这个地方还要再多一个小孩，不然呢就没有一个时代感。
我们现在呢走来就是后面的位置，那后面呢猎德人家有看到吗？我后面这一栋这个小区看起来非常的厉害，有钱人呢肯定就是住在里面。但是呢我想要跟各位探讨一件事情，就是里面的物业感觉也蛮高级的，有看到吗？是不是非常的高级？而且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好有钱哦，这里可能比信义区的老宅还有钱。为什么？因为我居然发现有一个小区，小区连自己的升旗台都有，有看到吗？后面猎德，然后看一下升旗台，天哪，升旗台。之前我只有去那种就是乡村振兴的时候，在那种乡村中的乡村的乡村，然后看到有村史馆，想不到呢在我们的大广州猎德村这边居然也有高级的村史馆，有看到吗？后面这竟然是这么豪华的村史馆。对，有看到吗？猎德村村史馆。那很可惜呢，因为现在人家下班了，所以都关了，不然我们就可以带各位进去走走。现在走来了，就是这个小区的门口。很可惜没有办法进去。有机会呢，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混进去。据说呢，我这个后面就是整个猎德村呢，其实整个就是说，他们一坪10多万人民币起跳，都是算便宜的。据说后面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应该说楼盘楼王，它叫做汇月楼，好像说里面就是一坪呢大概有20万。是不是觉得很夸张？我个人是觉得呢，要是我有这么有钱，我就住进去了。不过呢里面好像还蛮多上班族，就是租这个地方，好像说大概3室1厅吧，然后一个月可能也要6000块人民币。6000人民币耶，人民币耶。刚才呢大概逛了一下猎德村里面的一些小区，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好多人都穿短裤夹脚拖，真的是在这边大家的一个风格都差不多，蛮一致蛮统一的，果然是猎德村。我们从了另外一个就是门口走来了，就是猎德村的另外一个口再见了猎德。我觉得我刚才找了很久，觉得好像也没找到什么有钱人，因为根本分辨不出谁是有钱人，失落的离开。